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坚自由会 Hunter Battle All Star》。咁啊，今次我就系咁以同大家打呢一个嘅天空竞技场啦，系啦。即系咁啊，其实呢个天空竞技场咧，就而家多咗啲嘢嘅，系啲咩咧？咁啊，其实得翻十小时嘅，即系得翻吓十时间，即系十小时啦，十个钟到嘅咁样。咁所以就得翻十个钟，咁我都尽量讲解一下啦。咁而家咧就有啲唔同嘅。咁啊，我拣个最渣嘅打啦，通常就梗系系咪先？打呢个都 OK 嘅，我估。咁啊，通常咧就一次过揿，即系以前就净系揿挑战嘅，即系可以。但系而家咧就可以揿呢一个嘅，将所有嘅嘢。所有體力就打一次咧，就升咁樣咯，即係好似嗰啲咩 show hand 啊，即係呢啲叫做咁啊。對於我嚟講就應該冇乜問題嘅，我對嘢係即係倍速都冇問題啊。唉，得啊得，唔得啊不得，打去打去，嚼，唉，一件領便當。唉，用埋呢個小麥上一個絕招收佢皮。嗱系嘛？系好简单嘅啫，真系打啲低级啲嗰啲就保守啲啦，系咪先？真系啊，咁咧就会一次过咧就系咁升，系咁升噶啦，将你嗰个叫咩啊？楼层啊，你喺天空竞技场嘅楼层就系咁升噶啦，一次过。咁啊，个进度会快啲咯。以前就咪要慢慢打噶嘛。咁呢个改善咗系几好嘅，我觉得。好，咁啊，打完呢个天空竞技场，咁我同大家打少少啲灾难级啦。好，打呢个灾难级。有冇制约版啊？嗰、那个唔打住啦。算啦，唔打制约灾难，制约灾难要点啊？要过咗先嘅嗰啲 ，OK， 明白。咁啊，我同大家打灾难级先啦，今次打灾难级咧，就其实咧就。而家就好中意用呢啲嘅，咁啊两只蚁王加中间呢个祖特加父子，咁啊佢呢个今次嘅特工咧就系呢个嘅祖特加父子，即系我而家有嗰只 W， 咁啊嗰啲剧情我唔睇啦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系点样噶啦。咁通常咧用佢啲特工咧就会有着数啲嘢，因为咧系会加攻击力啦，或者系加一啲嘅能力咁样。但系对于我嚟讲，即系去到而家呢个地步系唔紧要嘅，即系以前真系打唔到嘅灾难级，但系而家打到啦。哇顶，争啲靓便当，哇争啲死，咁啊稳阵啲咧就补翻个血先。嗱，轻轻松松，邓紫峰真系。好容易过，以前就觉得好难。但系当你有咗呢啲组合嘅嗰啲卡咧，就 OK 噶啦，即系 W 嗰啲。
唉，用晒佢，搞掂团长。OK， 咁啊，搞掂咗啦。咁啊，迟啲有机会会同大家打嗰啲咩暗黑级啊，定黑暗级啊，其实差唔多嘅嘢嚟啫。即系之后即系比呢个嘅灾难级更加难。系啦，咁啊，轻轻松松咧，同大家咧就过咗关啦。嗰、那个团长嘅灾难级系啦，咁啊，我哋今次咧呢一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咁多位观众。咁啊，如果咧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咧，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，咁多位，拜拜。